这个是咱们模型的一个评估标准。那么说一下，咱们一会儿呢会用到的几个库吧。嗯，这些库啊都是通过这个 sklearn，也就是这样一个机器学习啊建模的库，帮大家导进来的。有这个逻辑回归，哈，还有一个 K f l o w d K f l o w d 就是说，咱们在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呢，可以去选择你做几倍的交叉验证。 做几倍交叉验证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刚才不是说咱们用一个一二三三把原始的训练集切分成三份吗？你不光能切分成三份，你切分成四份啊，切分成五份啊，其实来说它是都可以的。咱们可以啊，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任意的去切分这样一个数据集。然后呢，有一个 cross validation 的一个 score 值，这个 score 值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现在啊得到的一个交叉验证、啊，它交叉验证评估的一个结果。 这块呢，还有一个 recall score，还有一个 confusion matrix 个。嗯，这个呃，这个 confusion 啊，就是一个混淆矩阵啊。咱们一会儿会把这个混淆矩阵、啊、给大家画出来，画的时候啊，咱们再来去说这个混淆矩阵啊，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嗯，那么首先啊，这里咱我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啊，我要做一系列的事情、哦。那么咱们刚才是不是说，在咱们机器学习建模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个事儿？首先要做一个交叉验证啊。咱们在做交叉验证的时候，是不是说我要说一下，咱们可以去？ 嗯，要把原始要把原始的一个数据集啊切分成几部分啊，比如说在这里我给它切分成了五部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K f l o w d 这个函数啊，把原始的一个训练集给它传进来。原始的训练集传进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的进行一个切分啊，就是说可以用这个 K f l o w d 这个函数。 然后啊，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嗯，在逻辑回归当中啊，其实它是有一些参数需要咱们指定出来的。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参数啊，它叫做一个正则化惩罚项。呃，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正则化吧。 咱们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回归算法了？就是说，咱们要算这个 t h 一，一直到比如说 t h 一，一直到 t h 十吧。咱们有十个权重参数，算一下什么样的一个 t h 能够使得最终结果表达效果更好吧。咱们说了，可以是通过这种梯度下降的办法去求这个 t h 一到 t h 十。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 A 模型，然后呢，我还有一个 B 模型。 b a，嗯、啊，这个 a 模型啊，它有一个 C 的一到 C 的十。b 模型呢，我也有一个 C 的一到 C 的十。他们啊，虽然说这个里边的一个嗯 C 的值是不一样的，但是用这两个模型啊，我们评估的时候说了一下，这两个模型呢，在咱们评估的时候，哎，它的一个 recall 值都是等于百分之九十的，recall 值都是等于百分之九十，是不是说咱们随便选一个就可以呢？那么我再把这个 C 的参数的一个分布给大家来画一下。 假设说第一个 A 模型，它的一个 c 的分布可能是这样式的啊，它的分布的一个差异比较大。假设说这是这样一个圆点啊，它的一些浮动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再画一下这个 B 图，就是啊，另外一组 C 的一到 C 的十，它可能一个分布啊，它就小一些啊，浮动的比较稳。对应于,于这是一个 X 轴。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来说一下，嗯，虽然说这个 A 模型和 B 模型啊，都能够使得最终的一个评估的结果达到一个相同的标准，但是呢，A 这组模型来说，啊，它的一个浮动的范围简直太大了，要么有时候很大，要么有时候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啊是有这样一个标准的，我们希望。 啊、当前这组模型，它的一个泛化能力，或者说它更稳定一些，它不光要能够满足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还能够啊，要在咱们测试数据上尽可能的满足。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这个模型浮动的差异啊更小一些，因为你浮动的差异小的时候啊，会使得你过拟合的风险更低一些。过拟合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呃，如果说一个模型在训练集上表达的效果很好，但是呢，在测试集上的效果表达很差，那么我们就说当前的这组模型啊，它是发生了过拟合。过拟合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有可能由于这些权重参数它浮动较大所引起的。 所以说呢，我其实啊，我们是希望得到这样一个 B 模型，因为 B 模型呢，它的一个浮动差异啊是比较小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 B 模型呢？在这里啊，咱们就引入了这样一个正则化的一个东西。正则化就是说，它要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东西叫做正则化惩罚项。那么它后面有这样一个惩罚，惩罚谁呀、啊？惩罚这个 s e t 就是说，呃，现在你这个 s e t 不是有一组分布很大，有一组分布很小吗？我希望惩罚一下 A 这个模型，然后呢，让它大力度的惩罚这个 A 模型，小力度的惩罚这个 B 模型，可不可以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有个东西叫做 L2 正则化。L2 正则化的意思啊，就是说，现在咱们在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或者说是损失函数，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对于这样一个。 嗯，对于这样一个目标函数来说啊，我们希望它的一个目标函数是越低越好的，或者说损失函数越低越好的。我们这个损失函数里边，我们还要加上额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再加上这样一个东西去惩罚这些权重参数，比如说加上这样一个二分之一 w 方在咱们的目标函数里边。那么二分之一 w 方，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 A 模型来说，它的 W 值浮动比较大吧？浮动比较大，它在算这样一个 W 方之后啊，它的值是不是就更大了？所以说，它的一个目标函数或者说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就越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 A 的模型啊，它的一个 loss 值更高，loss 值更高，是不是说它相对于 B 模型它就不好了？那么对于 B 模型来说啊，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是去算它自身的一个咱们自身有一个目标函数吧，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啊乘。呃 惩罚的一个函数，惩罚权重参数这样一个二分之一 w 方的函数。那么这回啊，之前我们说，哎，a 和 b 可能达到一个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损失函数 loss 再加上二分之一 w 方去计算一下 a 和 b 模型哪个 loss 值更低吧。咱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评估的标准啊，再去分析一下哪个模型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这是啊一个嗯 L 二正则化，L 二正策化呢很简单，就是再加上这样一个二分之一 W 方，然后呢还有这样一个 L 一正则化，L 一正则化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现在不加 W 方了，咱们去加一个 W 的。 咱们去加这样一个 w 的绝对值，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w 的绝对值啊，再去判断一下当前的啊这个惩罚的力度是多少。可以说呢，就是有两种惩罚函数，一种是 w 方，一种是 w 的绝对值。一会儿呢，我们就要通过啊这个加上，咱们就要判断一下这个正则化惩罚项对结果的影响。那么在判断之前呢，其实啊，咱们需要设定一个参数吧。咱们需要设定哪个参数啊？就是说，哎，鼠标呢？这儿。 咱们还要有一个参数，用咱们的或者是用 C 啊，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再加上一个正则化惩罚项的时候，我们要把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惩罚力度是多大。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惩罚力度，咱们用一个蓝方的这个参数来表示。我可以设置成一个零点一，代表这有惩罚力度很小；我也可以设置成一，意味着惩罚力度还还可以；也可以设置成十，也可以设置成一百。我们是可以通过设置这些值来去调节一下当前咱们想要的一个惩罚力度是有多大的。那现在是不是咱们引入了这样一？ 组参数啊，有等于零点一，有等于一，有等于十，有等于一百的。那么等于到底等于谁？这个蓝方的值到底等于谁？它的效果会越好一些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知道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交叉验证啊，去评估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参数会使得模型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